Getting to the same solution. One world, 我们分享世界，我们拥有明天。Todo mundo fala a mesma língua. 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明天，有你和我。With you and me, here we do. 我们一个世界，有你和我。Here we do. With you and me, 有你和我，一个世界。大家收看我要学好普通话的节目，在看故事之前呢，不如我们来个热身，用普通话猜个谜语先。第一道谜语的谜面是洞穴里面有牙，猜一字。谜底是穿。第二道谜语的谜面是两兵相残求王位，猜一运动。谜底是乒乓球。你们看，两个兵打到各自少了一条腿，求王二字合成球，合起来就是乒乓球。大家是不是都估啱晒呢？有时间都可以考考你身边的朋友的。好啦，又是时候看看今集的故事内容啦，一起学好普通话。喂，阿童，我现在在新屋那里啦。哦，新家，你考虑了这么久，终于买了。是啊，我咬字牙关，奋力拼搏，你追我赶，咁终于买到我人生第一间大屋啦。恭喜你，咬紧牙关，奋力拼搏，你追我赶，终于买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居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不过呢，我想想啲家私点摆好。不过咩家私都唔紧要啦，最紧要咧就有部跑步机同埋单车机。我想我个生活过得生龙火虎，够晒中气，先够铿锵有力，咁先可以力争上游噶嘛。是生龙活虎，铿锵有力，力争上游。我很佩服你，你有能力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不过普通话的能力就普通话争少少啫，等我搞掂埋我新屋啲嘢，再唞翻一头半个月先，跟住再搵你教我普通话啦。水停百日生毒，人停百日生病。咩啊？喐到病咁恐怖嘅？还有人怕不动，脑怕不用。也可以用来形容你呢。咩意思啊？就是说你不怎么爱动脑。积分大人家又同大家见面啦！谚语嘅粤普词汇对照，你知几多？今集我哋加大难度，一嚟就系100分嘅题目。粤语手指咬出唔咬入。转成普通话之后是以下哪一个答案呢？ A 跳进西湖洗不清。 B 城隍山上看火烧。 C 胳膊肘朝外拐。开始计时，答案是 C 胳膊肘朝外拐。好，跟住落嚟就直接去到10000分的题目，答啱你就是积分大赢家啦！普通话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
轉成粵語之後，係以下邊一個答案呢 ？A 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 ？B 太公分豬肉 ？C 姜太公釣魚？開始計時。正確答案是 A 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蛤乸就冇，大贏家就有啦！恭喜曬你成為我哋嘅積分大贏家！想學好普通話，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啦～